亲情啊、友情、爱情交织在一起，大声骂又骂不出来，小声骂又不够力道，有些情绪出来了。对，而且股东不和，赔钱还没事，开始赚钱就有问题。大家点头倒算嘞，你们是遭受过什么事啊？我在开补习班的时候，我是从来不问任何的支出跟收入，跟我的股东们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现在跟我们聊天吗？了解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